子，公孙丑张纸上。三，孟子曰：以利假人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人者旺，旺不待大。贪以七十里，往往以百里。以利服人者，匪心服也，利不善也。以德服人者，忠心悦而成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是云：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四不服，此之谓也。四，孟子曰：仁则容，不仁则辱。今恶辱而知不仁，是由恶失而知下也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国家先下，即是使明其正行，虽大国必委之矣。是云：待天之为阴日，彻彼三土，筹谋有户，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之。孔子曰：唯此师者，其之道乎？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今国家闲暇，即是时盘乐待敖，是自求祸也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是云：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太简曰：天作孽，犹可为；自作孽，不可活，此之谓也。